我是咨询过来的，等了十几分钟，我在你柜台办。你现在说柜台不能办，我的机器办。说不能办，没有说不能办。我是咨询的，我要哪？他就身份证或医疗更新一下嘛。他因为以前是未成年人没有就读的小学嘛，满了7岁以后，他就应该有小学的学校名字。他就是这一点不愿意提供。如果说是您孩子身份证办的业务，就是用身份证；如果用户口办的业务，就带户口本，然后监护证明关系。再加监护人的身份证，监护人来办就可以了。办了呀。那个信息跟我取钱有什么关系呢？查一下信息不全，那个系统控制了，你会有办法做。